找人来垫一垫。好，现在同学碰一下。好强啊！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一台韦氏起电机，它是用摩擦起电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转的过程里面，这两个就是所谓的莱顿瓶，好，储存电荷。所以我们当这两个靠近的时候，其实同学可以看到，好，有闪电的产生，好，就是正负电荷放电的情况。刚刚呢，老师用一个珍珠奶瓶做出一个这个电容，好，就是所谓的莱顿瓶。一样给同学摸，一个同学摸正极，一个人同学摸负极，那么形成一个回路，那就受到一个电极。好强啊！